幽门螺杆菌是一种严重的致病菌，很容易导致人身体内部发生疾病性的病变，细菌繁殖很快，如果不重视起来，很容易导致其他更加严重的胃病，可能会导致病变成胃癌。慢性胃炎和消化道溃疡是 HP 感染引起的主要疾病。研究证实，有 67% 到 80% 的胃溃疡和 95% 的12指肠溃疡是由 HP 引起的。在症状上，主要表现为进食后即有上腹部饱胀不适或者疼痛，常伴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如奶气、反酸、食欲不振等。一些严重的消化性溃疡会引起反复发作性剧烈腹痛、上消化道出血等症状。生活中我们很容易感染到幽门螺杆菌，别忽略以下细节。当行胃病来找你，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蔬菜、瓜果要洗净或削皮，不吃半生不熟的牛排等食物，不喝生冷水，不吃太烫的东西，火锅、烧烤以及酒、咖啡和辛辣的食物等饮料少吃，最好尽量减少在外就餐，降低受感染几率，不可避免的外出就餐，也要做好碗筷的消毒工作，摒弃相互夹菜的不良习惯。家庭就餐最好能有公勺、公筷，接吻也会直接感染。同时也要禁止用嘴喂孩子食物，餐具要勤消毒。一般来说，微波炉加热 75% 酒精均可有效杀灭幽门螺杆菌。牙膏选择需注意，对于身边有幽门螺杆菌感染或本身已被感染的人群，要使用有清除幽门螺杆菌效果的牙膏，如清油牙膏。便后洗手，粪口传播也是幽门螺杆菌传播的重要途径，厕所的门把手、水龙头上面都可能会有残留的幽门螺杆菌。以下两种类型的人更容易被感染幽门螺杆菌。一是辣，不是幽门螺杆菌喜欢吃辣，而是因为辣会刺激胃。很多人喜欢吃刺激性食物，但刺激性食物会刺激胃黏膜，降低其抵抗力，从而创造条件让幽门螺旋杆菌顺利入侵。二脾虚，饮食不当、劳累过度都可能导致脾虚。幽门螺杆菌感染与脾虚密切相关，大多数脾虚性慢性胃病患者有幽门螺杆菌感染，这是因为这些患者胃黏膜的局部防御功能存在一些缺陷，这为幽门螺杆菌的侵袭提供了机会。感染了幽门螺杆菌的人会有胸痛无力、有恶心、呕吐、腹泻、便秘、口气重等现象。当然了，还有一大部分的人并没有明显的症状，即使感染了也不自知。黑桑葚，幽门螺旋杆菌的克星，有效的防治幽门的繁殖和生长，远离胃病。桑葚干含有非常丰富的花青素，花青素是非常强效的抑菌剂，它的主要作用是防止细菌粘附在胃壁，抑制幽门螺杆菌生长。花青素本身具有抗炎症和调节免疫功能的作用，不会引起细菌耐药性，更健康更安全。食用方法，饭后吃几粒5粒左右桑葚干，能促进消化，保护胃黏膜，调养肠胃，从根源上远离疾病，连口臭都好了。平时胃痛的时候可以吃几颗桑葚干，能缓解疼痛感，长期食用会明显感觉到胃好了。不管是早饭、午饭还是晚饭，我们都要做到只吃八分饱。如果吃完饭以后出现了胃胀不消化的现象，大家不妨吃点桑葚，因为桑葚中含有鞣酸、脂肪酸和苹果酸等营养物质，可以分解身体内脂肪、淀粉和蛋白质，促进肠胃的消化和吸收，从根本上远离胃病。平时胃痛的时候可以吃几颗桑葚干，能缓解疼痛感，长期食用会明显感觉到胃好了。仅 PGC Card PGC-CARD-HREF Text Decoration None Outline None Display Block Width 100% Height 100% 仅 PGC Card PGC-CARD-HREF Have a text decoration None PC 表示星 PGC Card Box Sizing Border Box High 164px Border
excellent 18188 position relative padding 20px94px12px180px overflow hidden PGC card after content display block border left excellent 18188 height 120px position absolute right 76px top 20px PGC cover position absolute width 162px height 162px top 0 left 0 background size cover PGC content overflow hidden position relative top 50% WebKit transform translated 50% transform translated 50% PGC 杠 CONTENT 杠 TITLE font size 18px color 222 line height 1 font weight bold overflow hidden text overflow ellipsis white space wrap PGC 杠 CONTENT 杠 DESC font size 14px color 444 overflow hidden text overflow ellipsis padding top 9px overflow hidden line height 1.2em display WebKit inline box WebKit line clamp 2 WebKit box orient vertical PGC 杠 CONTENT 杠 PRICE font size 22px color 85959 padding top 18px line height 1em PGC 杠 CARD 杠 BUY width 75px position absolute right 0 top 50px color 140599 font size 14px text line center PGC 杠 BUY 杠 TEXT padding top 10px PGC 杠 ICON 杠 BUY height 23px width 20px display inline block background URL https s 0 static comp gcv rpgc tpl static image commodity by frb 4 delay png 点击上方图片即可选购除此之外两类方面就是做到忌口煎的炸的辣的酸的冰的难消化的食物都不能吃还有一些酸性的水果即使爱吃养成健康良好的饮食习惯和个人卫生习惯对抵抗幽门螺杆菌的传染非常有帮助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